这个就是你家？不是，我家在前面呢。但是你看这路不好走，咱俩得走过去。是哈。那我跟叔叔阿姨买了点东西在后备箱呢。你咋这么客气？来我家你还买东西？你不是跟我说让我好好表现表现吗？你再说了，我这空手来和带礼物来能一样？你就别管了，都在后备箱呢。你这买的是一点儿？啊，对啊，这也不多呀、啊。不是你家亲戚不是也多吗？我这后备箱要再大点，我还想再多买点。那等会儿拿吧，我妈一块儿拿，这我也拿不住呀。哦，好吧，咱们先过去，走。哦，这个就是你家。我也好久没回来了。妈，哎，妈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啊！是敲什么？哦，是。啊，对，阿姨是我。我让他回来一块儿帮你干活。啊，对对对。那他这是？不，没有。妈，你这穿鞋去哪儿的？快点去扫地去。哎，那刚好，那个我们一起去吧。那个发说让就是回来一块帮忙干活来。啊、哦，是。俺俩开车。对，我们开车回来的。开车回来的。开车回来都够累了，那先上屋里去，我上地里看看。啊、那是胡子，咱还是屋里。啊，行。呀，还知道回来呢。啊，咋了？你这干嘛去了？天都黑了。那个，买两包烟，去小卖部买烟去。那个烟抽完了，我都跟你说了不让你出去，你这下好了，全都是这样的。这么快啊？嗯，能不快吗？来看看，你这见人就发烟，见小孩你就给他，挺会来事儿啊。那个你们这村里人确实有点多哈，买两包烟一会儿就没了。谁也不认识，你也不知道叫谁，当面为难你咋办？你再想去出去了，你叫我跟你一块去。